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来了？这个谁的花？你管我？这给谁的花？嗯，这是我给魏峰学长买的花。艾米，魏峰？嗯，是不是还可以？我特意去挑的。嗯，这花好看吧？哎，嗯，这花真好看。嗯。 艾米，咱们这……你干嘛呀？我们要去看辩论赛。什么辩论赛？今天可是播音系辩论赛的巅峰对决，正方听说有个超级厉害的学姐叫柳文瑞，反方是魏峰他们。虽然是4对4，但是其实就是看他们两个人在那神仙打架。而且辩论题目特别有意思，叫做"爱情当中有没有君子协定"。爱情当中有没有君子协定？ 什么鬼题目？像你这种高高在上的偶像是不会懂爱情的。我不懂，你问他，我懂不懂？问我干嘛？我怎么知道？怎么，那么快就忘记了？什么忘记了？我根本什么都不记得。你不记得？我记得。刚刚有个人在宿舍滋春来着，艾米。